你好，我是杰毅，欢迎来到静博档案。一个从来没有见面的美女网友对你总是爱答不理，突然有一天她非常热情地约你去东南亚旅行，你会答应吗？一个有着百万粉丝的全世界小姐就收到了这样的邀约，在赴约后诡异失联了。这样的情节与金晨出演的电影《孤注一掷》中失踪的模特安娜所遭遇的一切高度相似，但真实的案件却比电影还要魔幻。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世界小姐雅典娜失踪事件。2023年8月，犯罪电影《孤注一掷》热映，电影取材自上万起真实诈骗案例，制作人将网络诈骗全产业链的骇人内幕在大荧幕上首度揭秘。片中被骗到东南亚的安娜曲折的遭遇令人匪夷所思。就在网友们热情讨论剧情时，8月22日，一则热搜瞬间冲上头条：全世界小姐雅典娜不久前在柬埔寨旅游期间神秘失联。据网友爆料，柬埔寨某夜店经理称，此时雅典娜恐怕已经入土。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立刻掀起了热烈讨论。雅典娜究竟是何许人呢？让我们从2年前说起。2021年10月22日，深圳世界小姐颁奖现场，耀眼的灯光下，网红雅典娜身着华丽的礼服站在舞台中央。她终于进入了世界小姐前三甲，这一刻所有努力都没有白费。凭借这次获奖，雅典娜收获了一波人气，粉丝数突破百万，广告上络绎不绝。她经常在社交平台和粉丝分享自己各国旅游的美照，在人们眼中，她似乎是一个不为生计发愁的富二代。她真名叫什么？背景又是怎么样，没人知道。然而迅速向他涌来的不光是名利，还有不怀好意的觊觎者。事情悄然发生了变化。8月22日，百万网红雅典娜被闺蜜骗至东南亚，相关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与此同时，粉丝们也发现她的社交平台已经4个月没有更新了，最新一条视频还停留在3月20日去英国游玩那次。这不禁引发了粉丝们的担忧，她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难道真的被闺蜜骗到东南亚遭遇不测了吗？这个闺蜜又是谁呢？这一切还要从2023年5月30日凌晨那条短信说起。那天呢，雅典娜收到一条来自闺蜜星辰母亲的消息，问她最近都在忙什么。她说女儿最近心情低落，想让雅典娜陪她出去散心一段时间。因为一直在忙，雅典娜没有回复星辰母亲的消息。不久后他便直接回复了星辰。这个名叫星辰的朋友真正的身份是李一菲，他也经常世界各地游玩，和雅典娜一样生活都是很优渥。2023年3月，雅典娜和李一菲在英国有过一段时间的相处经验。从社交平台发布的视频可以看出，两人当时玩得非常开心。雅典娜不忍心看到她的好姐妹伤心，于是答应了李一菲的请求。李一菲和雅典娜约定到时候一起拍美美的照片，这是一场两人都十分期待的旅行。他们选择了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菲律宾。大约一周后，6月16日下午1点左右，雅典娜按照计划来到了机场。出发前，她拍下了机场打卡照片，期待着这一次精心策划的旅行。漫长的飞行旅途结束后，雅典娜抵达了马尼拉。之前在群里得知，她所有行程都会有人安排妥当，下飞机后就有专人来接她。群里的 Neil 特别预定了度假村的索莱尔酒店总统套房，晚上安排的则是韩国料理，看起来一切准备就绪。 Neil 在群聊中还特意强调了安全问题，保证旅行期间安全有充分的保障，这让雅典娜感到非常安心。然而就从这个时刻，雅典娜的一切消息就全部消失了。6月22日，警方收到了一则报案，雅典娜的朋友称雅典娜很有可能遭遇危险了。他们说到达菲律宾的雅典娜去了当地赌场，6月20日晚上8点到9点，雅典娜向她的姐姐、前男友和一些朋友借钱，甚至还让朋友帮她交话费，这一点都不像出手阔绰的人会做的事。然而当朋友们打电话过去时，却怎么也联系不上。对此朋友们判断，借钱的根本不是雅典娜本人，而是雅典娜很有可能早就被别人控制。警方立即展开了验证和调查，他们追踪雅典娜的行踪，并尽可能与她的家人、朋友以及旅行同伴沟通，以确定雅典娜是否处于危险之中。
在言论的推动下，雅典娜失踪的事件被越来越多人得知，甚至一度成为热点话题。与此同时，疑似雅典娜现状的照片也在网上流传。照片中人物身体多处青紫，很明显遭到了暴力对待。紧接着人们怀疑不法分子瓜分了雅典娜的物品，因为他们发现有很多网红穿的似乎就是雅典娜曾经穿过的衣服。位于柬埔寨的网红甜甜圈就是其中之一。细心的网友发现，网红甜甜圈穿的两件不合身的衣服和雅典娜之前穿过的很像。甜甜圈是2022年全球中华小姐获得者，通过拍摄视频和直播获取收益。据说呢，一直给甜甜圈刷礼物的榜一大哥吸引了他的注意，后来甜甜圈就跟着那位大哥去了柬埔寨，最终被人控制。甜甜圈后续发布的那些视频都经过 AI 处理，并不是他本人。这时候视频内容致力于揭露缅北黑恶势力的曼谷老白发布了一则消息，引发了人们担忧。曼谷老白表示，雅典娜其实早已30万美元从菲律宾卖到了柬埔寨，此前还有亚洲一号的会员看到有人抓着雅典娜的头发从车里送进了亚洲一号后门。曼谷老白说，雅典娜还被迫接受了整容手术，目的就是让她的家人和朋友无法辨认出来。她被要求做了金牌扶手，现在很有可能凶多吉少了。有人怀疑雅典娜已经被分段见了波塞冬，这句话意思就是她目前已经遇害被抛身大海了。虽然没有确定的证据来证明，但这些内容也加剧了人们内心的恐慌和担忧。去菲律宾的雅典娜下落不明，早前说和她一起出游但最终没有去的李一菲很快成了众矢之的。知情网友透露，李一菲经常在社交平台炫富，树立富二代人设，以此结交富家子弟。她和自己的后妈也会找一些理由合伙骗其他女孩子，让他们陷入危险中。而雅典娜去往菲律宾当天，李一菲并没有同行。人们认为网红雅典娜很有可能不幸落入了圈套，她本就是陪李一菲出去散心的，为什么李一菲没有一起去呢？在众人的谴责中，李一菲公开了两人的对话截图。第一张聊天记录显示，出发当天凌晨，李一菲发消息给雅典娜说，我家里说有急事要处理一下，今天估计飞不了了。明明是李一菲说出去散心，自己同意后她怎么又不去了呢？不方便改变行程的雅典娜最终决定按原计划出行，而李一菲也表示自己会改机票，晚一天飞过去和她会合。值得注意的是，李一菲提供的这张聊天记录中出现了一个叫兵哥的人，而这个人很显然是雅典娜安排的接机人士。出游群里没有头像也没有任何信息的神秘人士 Neil 会不会就是兵哥呢？李一菲想表明自己没有和雅典娜一起出游是因为家里真的有急事，而接下来在菲律宾的计划都是雅典娜安排的，和自己没有丝毫关系。另一张聊天记录更加证实，对于雅典娜失踪事件，李一菲是无辜的。在聊天记录中能够看出，外出旅游的雅典娜当时心情还不错，她主动对李一菲说自己要去试试运气，而李一菲也提醒雅典娜别太冲动，你自己注意。很明显身在千里之外的李一菲担心着雅典娜的安危，而不听劝的雅典娜很有可能是在赌场遭遇了不测。李一菲表示，飞机落地后雅典娜安全抵达了酒店，在菲律宾的所有安排也都是雅典娜自己做的选择，并不存在一下飞机就被自己派的人掳走一说。为了让大家相信自己的话，他甚至把自己和雅典娜相遇的过程都原原本本写了出来。他说，今年3月份自己和雅典娜在英国有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期间他通过雅典娜认识了一位叫兵哥的人，这个兵哥据说是从东南亚过来旅游的。截图中的 Neil 具体是谁谁也不认识。在英国待了一个月后，雅典娜就回国了。走的前一天，雅典娜提出自己想移民，为此自己就帮他介绍了一位移民律师，两人还因此见了一面。而雅典娜回国主要也是因为要回去过4月的生日，这一次自己找他只是单纯的想找人出去散散心。那天雅典娜跟自己说去赌场后，两人就没有了联系，直到雅典娜的朋友联系自己，李一菲才知道他可能遭遇了危险。在李一菲提供的证据中，他间接地指出雅典娜并不是网传的00后，他的证明是孔丽梅1995年出生于广东梅州，初中毕业后他就没有再读书了，凭借出色的容貌和气质获得了第70届世界小姐季军。按照李一菲的说法，他真的是无辜的。雅典娜在他家住了半个月，两人关系很不错，他也没想到这次旅游邀请会出现这种事。但事情真的像李一菲说的那样简单吗？
为什么他隔天没有飞往菲律宾呢？聊天记录没有日期，有没有可能是李一飞伪造的呢？雅典娜的朋友也在评论区质疑李一飞，如果他所言属实，为什么雅典娜失踪后，李一飞就删除了所有人的联系方式，并注销了相关账号呢？除此之外，雅典娜的朋友还表示，李一飞提供的聊天记录并不完善，甚至是前后矛盾。因为实际上，李一飞早了雅典娜一步去到了马尼拉，还借口让认识的内友去接机。为什么他会展示这些信息？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一切都是李一飞刻意谋划的，而他很显然是想撇清关系，逃脱自己的罪行。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日子一天天过着，仍旧没有雅典娜的消息，他的家人和朋友感到无比绝望。知情人士表示，雅典娜的家人已经交了超100万的赎金了，但是仍旧没有见到半个身影。他6月16日抵达菲律宾，6月22日警方收到报案，前后不过一个星期，这一周雅典娜到底经历了什么呢？8月22日，许多媒体发布了网红雅典娜或将回国潮汕商会协助救援的相关内容。这些消息中，潮汕商会负责人杨经纬向人们传达了关于雅典娜最真实的信息。雅典娜确实被绑架了，但是网上那些流传的雅典娜遭受迫害的照片是假的，而雅典娜也并不是富二代，她生长在很普通的大众家庭。这时人们才渐渐发现，网上流传的两张照片似乎不是同一个人，一张照片肩上有痣，另一张却没有，也就是说这些照片根本不是她本人。潮汕商会的发言让人们重拾信心，人们十分期待商会能够救出雅典娜，她是世界小姐奖项获得者，很难想象在菲律宾没有任何消息的两个月里都遭遇了什么。然而对于这件事，商会负责人杨经纬8月23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并没有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他要求所有媒体删除不当言论，同时他也请大家不要过多关注于这件事，这样会对受害者不利，商会能力有限，但会尽力救助被害人。不过显然人们对于这件事的关注度并没有因此降低。随后细心的网友在宁波公安视频号8月16日发布的一则反诈宣传视频中获得了关于雅典娜的线索，视频最后的受害者名单里就有雅典娜。按照雅典娜的朋友们所说，雅典娜是进入赌场后失联的，难道她真的落入骗局了吗？网友透露，雅典娜在一次直播中曾说过自己将要退圈，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她会不会像孤注一掷里面的荷官一样，因为想要出国淘金被人恶意诱导，最终意外落入了陷阱了呢？真相到底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可以确定的是，雅典娜现在正面临着惨痛的生活，她十分渴望能回到获奖那一天，让一切都重新开始。结义在这，盼望真相能够早日浮出水面，受害者也能早日回归家园。